感觉到火箭少女的威力了吗？我们感觉到，我刚刚一直在尖叫，就是我们的感觉不是那种竞争的感觉，是真的是很特别放松觉醒。我觉得为了出圈迎合我们中年的，所以唱老歌，那些歌我也听过，他们给出了全新的诠释，都很精彩，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开拓风格方面还是蛮有追求的。但是我觉得好运来，对于比赛来说，这样的歌好像太简单了。看到那个女团的表演，我觉得哎，特别清新，因为这个歌大家都非常熟悉。那他们唱的其实不仅仅是欢乐，我觉得他们把复古的 disco 唱出了一种轻盈的梦幻感啊，非常清新，而且每个动作都非常的迷人，而且是那么多人一起跳舞才有那种迷人的感觉。所以说你们要解散了，我觉得好可惜哦。哎呀，别说了，希望你们继续一直唱一直跳，谢谢。你好像一个总指挥坐在我们的面前，如果你手一抬，我怕这边就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年轻的有活力的人在台上，震撼力是扑面而来的。然后 Black Ace 的好运来，我觉得他们融合了很多新的元素，包括刚才是雪碧瓶吧。一扔，我们这边女生就发出了猪叫，不是尖叫，尖叫，猪叫。他说尖叫，他故意的，肯定是故意的。发出了尖叫，然后觉得很好玩。然后火箭少女，因为昨天看过彩排。因为我们是他们的特殊观众，在昨天的晚上的时候就已经被震坏了，然后今天他们换上了新的衣服，整个的感觉，我觉得这边四个墙壁好像都已经被拆开了。我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现场的团体的演出，两个团队都值得我们去学习跟尊敬，感谢大家。谢谢。炽热团魂，解渴释放，接下来进入雪碧可释放时刻，揭晓本轮竞演结果。要来了，难选了哦，两个都不一样的，真的，这是一个纠结吧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到的是5060、70后评审的投票结果。70岁了，五票，有效票数33票。火箭少女101和 Black Ace 分别获得多少票？来了来了，动了！这很难选，很难选。其中属于 Black Ace 和火箭少女。15比15。哇，好近哦！火箭少女101获得18票。Black Ace 获得15票，我没想到哎，没想到，因为好运来这首歌挺有年代感的。宣布这个结果之前，其实我们不是很有底，因为对面那首歌是好运来，对于这首歌来说，50、60、70这个年龄层的人可能会更有共鸣。谢谢。这里咬得很紧，拿下50、60、70后，目前比分是1比0。50、60、70他们都能赢，肯定就是3比0了。我觉得 Black Ace 应该还能拿一分。对呀。我们接下来来看80、90后评审的投票结果。80、90后评审有效票数32票。32票了。平票。很容易平票。大屏幕滚动起来。16。哇哇啊！你好哇，天哪！哇！
天哪！8090就是对眉飞色舞非常有共鸣的，对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结果。哇，我们接着解释。目前火箭上的101和 Black Ace 的比分是2-0。你看嘛，我说这个真的就是8090的时代。我们受众的群体可能是在90-00后，这个作品能够传达给大家，然后大家也能够给我们反馈的那个效果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真的是真正的一个认可。来，一起鞠个躬，谢谢。就我想过可能会输，但没想到会输那么多了。他们的投票其实本身就代表着一个我对你的作品认不认可，或者是足不足够出圈的一个判断。当时看完就觉得压力好大呀，这个差距这个太强了，这个差太多了，这个得票率90%了。90后猜不透，真的猜不透。我觉得这仨绝对都是3-0，你信吗？没准，我觉得人后边赢一个00后什么的。接下来我们还有同样重要的00-10后评审的投票结果。00-10后评审的有效票数27票，其中属于 Black Ace 和火箭少女101分别有多少票呢？目前火箭少女101和 Black Ace 的最终这一轮的比分是3-0。我们今天中了三票，13票。那好像咱们没事了，应该可以说是没事，所以我觉得我又猜对了。我们第一次来是0-3，然后第二次很艰难地活了下来，然后这一次是3-0，我觉得就给我们，之后的舞台一个很大的动力吧。我们从创造101的时候，我们的口号就是逆风翻盘，向阳而生。对，我觉得就是，感觉火箭少女101的命运都是从逆风翻盘开始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我们也很开心。恭喜火箭少女101。他们在组合成员嗓逆、腿受伤的情况下，依然是坚持表演，完成了出色的演出。谢谢。火箭少女怎么样？首先我想说，就是来到这个舞台，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带更多的好的作品给大家。虽然说出圈是这一期的一个主题，但是我们觉得就是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带给大家更多的快乐。对，加油加油，感情好好哦，应该会很不舍。所以其实我们从排练开始，我们就超级欢乐，我们就是每个人都在想舞蹈动作，然后每个人都在想那个这里要怎么样观众会开心一点啊，你这个开心哦，你那个开心，很多一些鬼点子都会出来，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舞蹈老师都被我们烦死了，所以的话也是